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3年9月17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头部按推的技巧。国内有很多人在问，就说自从老师这个改成这个手法以后，很多人反而这个按的时候更吃力、更紧，还这个手还会痛。本来老师是要我们更放松啊、是更放松，然后按得更自然，结果他们反而更紧，然后更按不出来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实在按不出来，我们是不是要回复到从前啊？”而且还有人提问说：“老师，好像这样按反而不深沉，所以他们没有领悟到老师的这个法。”那个我们工具食指法我已经少用。少用的理由是，因为当你夹住的时候，这里会变得很硬，那硬的话去顶人家，人家都会痛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工具不是很好，所以现在改为、那个握拳法。那握拳法它有一个基本的动作，就是不能握实拳。如果你用力握实拳，那做不出来，你第一个就 下面的通通不要做，所以它一定是握虚拳，握虚拳它按下去就会有弹性。那大家会怀疑的就是，以前我们这里凸出来，现在缩回去，这样还按得到吗？其实不用怀疑，其实真正能不能按得到的，不是你凸出来就能按得到。你看你这个工具越到下面越来越宽，你事实上是进不了，所以要进得了反而是要松。松的时候 患者没有对抗的时候，然后你慢慢用靠身体把工具带进去，反而可以按到很深层。然后这几站教下来，我的感觉确实这个工具比原来的工具好很多。第一个被我按的人他们都有反应、不会那么压迫感，然后也蛮松的，然后另外接触的面也大，有时候你一按下去，三根指头甚至都有碰到那个点，刚好我们的点，这样等于你按一次，再按下一次，所有的都按完，比以前一点一点的这样更有效率，所以这个目前这样教下来之后，我的感觉更确定这个手法，虽然一开始大家不适应，但是还是要把它多看几次，多学几次，应该就可以学成。那现在第一个大家最多问的就是这样能不能按进去，我已经回答了。第二个很多人说我实在不大会用啊，就是按了好像没有那个效果啊。事实上他们都是出力，就是我刚刚讲没有放松啊。以前都是叫好像大家对原始点的理解都是我要按深就要出很大力，那几乎都是这样错误的概念。而最近教各位的反而是怎么样，要按深层反而怎么样，手是不能出力的。所以刚好跟我们以前那个学习的想法是颠倒，那所以很多做不出来。那为了这个头部，因为它是一个新的，很多人就是做不出来，我们今天还是拍一个这种示范给大家看。那个第一个还是基本功，就是站姿绝对不能省。这次去教也发现很多人连基本功都站不好，比如说站太开然后弯膝盖，这个是肯定不行。按头部一定是这样，脚稍微微开了，但绝对不能弯膝盖，一定要打直。好，那打直之后你一手扶着，然后看它，它是这样沿下去的，你测试好。所以你等一下按，你就要从这一条线按下来，所以手是这样。好，那工具我们说过了，是握虚拳，然后拇指翘起来，就是反正我就是第一啦。那等一下接触面是在这里，所以大家看，我就整个测试出来位置，
然后我整个顶进去，哦，就在这一排顶进去。那顶进去，如果我要按伸，是怎么伸呢？不是手出力哦，你看各位，我身体往下压，有没有？啊，把工具带下去，所以我这里几乎不出力。所以这一段到这里，其实手是不动。所以但是他下去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我这里是有变化的，有没有？好像有一个弹性，哦，不会硬邦邦。啊，很多人变这样，这样一定按不出来。我提醒各位，一定最后是这样。啊，这样整个沉下去，刚好这里是直的。啊，如果你硬是这样抠，会顶到人家骨头。所以我这一次培训也发现，诶，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一定要这样，哦，下去的时候顺势这样下去。那一般你不要哦，按得很深，那这样一般放下去，这样力量就够了。但你要有感觉，哦，这几根指头都有顶到，哦，两骨之间，哦，我们的原始点，这个一定要有这样感受，哦，好，哦，这样那就可以按了。然后按这里要放开来，放开来就是拳头开始摆动。然后大家看，不是画圆形哦，我还是这样左右摆荡。啊，其实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啊，第一点你看，你看哦，我问他，现在我有几根指头接触到你的那个面？就两，比较明显两根。对，然后一根，现在一根就是可以比较明显。然后一根，第二根也是可以接触得到。好，啊，第三根呢？第三根比较危险。比较微弱，对，所以一般正确的是这样。那也表示我如果顶进去，现在几根呢？现在三根，三根了。哎，这是我不是故意的哦，我是怎么样，身体把它带进去啊？那到深层的时候，它连三根都有，所以你看哈，哦，是不是三根都有感受？对，确定了哈，哦。哎，整排，所以我整排都有在按，所以那个效率就很高。那一排下来已经到这里了，你说还要换吗？所以我大部分只有做这样，这样我就不再按了。你们有时候要换好几次，我一般两次就解决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更有效率的按法，然后这样也比较舒服。好，我再示范一次哈，你现在转过来，另外一个就要站这样，哦，稍微微调，就是他的脸对着我，哦，然后一样。然后测试，哦，最好连下面稍微按下来，你就知道整排的概念。啊，等一下前头整个就可以，哦，整个埋进去。好，那我测试出来了，大家看，哦，我是先这样哦，哦，这样把指头放进去，啊，哦，那放进去之后，我一般没有出。按很深的时候，这样已经他有感受了，这样差不多有几根指头在动。嗯，现在差不多两根半。两根半是因为我按浅层。对。好，那我现在按深层，大家看哦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变化？有没有？哦，这样伸下去了。我不是用手的力量哦，是身体往下沉，然后把工具带进去。哦，那这个，然后。这里还是松的，所以我还是可以左右摆荡。现在差不多有几根在帮你按？一排三。三根都有了，对不对？到深层的时候，他就有这种感受，所以这是正确的。但这样不会给患者有压力，然后因为面积大，又比较有效率，然后又可以按到深层。你们说按不进去，事实上是因为你们怎么样握实拳，然后。拳头握得很紧，然后你这样就顶不进去了，然后都在表层，所以才会啊。我们这里是要求怎么样？拳头一定放松，然后下去的时候，你看还好像还有弹性啊。这样下去到深层的时候，这样它三根其实都有按到，没有压力，也没有压力，对不对？就很舒服。有没有听到？所以既舒服，然后按的面积又大，然后又可以到深层。所以我这样，哦，教下来，我发现啊，这个绝对是最好的，哦，方式。好，那这样
应该，这个拳头法哈，以前是食指嘛，我们用拳头法来按头部，应该是最好的。谢谢老师讲解头部按推的技巧。老师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放，老师教我们的头部按推的示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播这一段。好，我们现在原本是食指法，这个改掉了，我几乎很少用了，现在改成这样，拳头法，然后拇指翘起来，以后耳后就是这样，然后拳头法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握实拳，不能握到很紧，这里是松的，这样按下去就会有弹性。头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耳后原始点及枕骨下沿原始点两部分，前者为主，后者为辅。耳后原始点在耳垂后方下颚骨及乳突骨间的骨缝，约半根食指长，以贴近耳背为起点。枕骨下沿原始点起于乳突骨与枕骨下沿相接的凹陷处，由此紧贴枕骨下沿延伸至同侧大脖筋上为止。涵盖范围：头的全部，以及四肢抽搐或偏瘫，如图中橘色区域所示。这个拳头不要握紧，不要出力，好像要跟人家打架，握虚虚的。然后这样按的时候，它会有弹性。我要的是这样，这样就能够做到让患者没有压迫感，但又可以揉到深层。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知道，深层跟浅层不在用手的力量的大小，而是来自于什么？身体的调整。把工具带下来，这种力量又大又可以伸展，但又没有压迫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在这个解症的过程中，让患者付出最少的代价。最容易错的就是站这样，然后这样，对不对？这样力量就没有了。事实上他这样很小，然后这里是站直的，然后你这样才能做。如果你看你的脚是这样，然后要按这样，有人这样做，那个做不出来了，已经没有力量，你没有办法用上身的力量下去了。好，所以脚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保持距离，第二个要并拢，然后打直，然后才能够弯。好，这两个比较容易常见的错。好，那其他的做法你距离你一定要调，但切记不能这样，这样你就头就变在这里了。那你如果有感觉到这样，然后这样看下，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是到最后是头看下去刚好是，有没有？我的眼镜刚好，这样的距离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找他的头部原始点一样，我们现在有三到四点，第一点就是。这手轻轻的扶着，然后把耳垂拨开，然后一样用食指去测试耳背还有两骨之间三点的交汇处，就是第一点。好，那这一点找出来，我们工具拿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那个握虚拳，然后直接以食指垂直的顶下去，垂直的。好，我做给大家看。好，这样直接就顶进去了。好，顶进去的时候，这一手轻轻扶在这里，但这里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这里，这里我说这里是没用，这里如果你有信仰或许有用，这个叫加持嘛，扶在头部这样啊。我们医学不讲加持的，我们是做手法的。好，所以这里轻轻放。好，那这样可以了，你看我的脚是打直的，然后我身体这样，我
我轻轻的，就是我可以掌控，就是你看我这是很轻的，哦，我接触的面不是很用力。它如果我要生成，你们注意我这里手的变化，好，好，如果我要生成，有没有看到我的手？我是有弹性的哦，有没有？啊，这样就没有压迫感了，然后这样可以很深层，是不是受得了吗？他受得了，因为他我第一次来，他就是说你能不能用重一点哦，我才知道他是重口味的。好，那重口味这一招可不可以比我们的食指还深层？应该可以做得到，你只要姿势做得起来。所以你们不要再怀疑说我这个要凸出来才可以揉进去啊，不用，你这样平平的就可以了，不用怀疑啊，只要够松够柔，你顶进去就可以到深层了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哈，这里顶进去，其他的都一样，然后开始手拳头左右摆荡，均匀的摆荡。好，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啊，事实上你食指按下去的时候中指也在按，所以有很可能是两点一起做。好，那这样就更省事了。那第二点，好，我下来一点点。好，到这里因为我两指都有在按，所以老实讲应该到差不多第二点，顶多第三点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这是最后一点。那这样我就做完了。所以用这个手法不用到什么四点，那这样我已经都揉过了。好，示范我就做到这样。好，该注意的你们刚刚讲的细节就注意。好，那你头转到我这边，另外一侧我重复做给大家看一次。好，你这个时候他转过来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对着他的头站哦，他斜斜的哦，他不是直，那我就这样面对他正面。本来我是站这样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但是他的头是这样，我就站这样。他站这样就是你就可以直接下去了。好，那一样早点拨开，哦，耳垂拨开，食指测试，工具拿好，直接顶进去。那顶进去之后，你轻就这样按了，就可以做了。我轻的，我做一遍给大家看。好，他如果要重，深层一点。好，这是第一点哈。你看我身体的变化，我往下沉，有没有？我往下压。那这时候要注意哦，有些人要揉深层都会用手的力量，这里就变这样，打直一定做不出来，一定要有一点怎么样，微弯。哦，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达到深层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点了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头部原始点这样已经做完，简不简单？其实越改一定是越简单，不会越改越复杂啊，这样好拿，这种容易受伤害。然后按的患者很不舒服，因为他你在握紧的时候，这里工具就变得很硬，硬邦邦的，像木头。啊，这种不会，它还有弹性。好，那你头趴在里面。好，头部原始点、耳后这两点是最重要，紧接着就是讲枕骨下缘。那枕骨下缘，我是建议各位啊，这一边的按法可以趴着，啊，另外同侧的时候最好转头，我等一下示范给大家，都不能趴着。如果趴着的时候，你同侧你就要跪着按，很难按。好，那这个枕骨下缘有坐姿跟站姿，你们可以选一种，都可以。好，我先示范坐姿好了。坐姿哈，它因为趴着哈，你不可能做到全部都坐进去，你还是要有一点空间。那最好哦，身体稍微转过来，正面对着它，这样你才好做。不要这样哈，这样你坐它的，那这样压力又出不来，稍微有一点这样。
然后好，我开始做哈，这样，第一点，这里要注意的90度，这里也是90度，反正到最后你一定会习惯那个90度。如果你长期在做啊，如果你这里做错了，你其他也都会错，因为你一定不懂得什么叫90度。好，这样一直按，按到我们大脖筋，好，就是颈椎的大脖筋，这个就是最后一点。你们在练习的时候不要快，那我顺便把颈椎也按给你们看，这里到大脖筋就是第一点，那第二点要注意我的手势哦。我拿起来，有没有？我手有没有变化？我已经开始这样转了，有没有？这就是第二点。你揉这个哈都不用看，如果你会翻，你的手肘已经在感知你有没有揉对了，所以我一般是不看的。好，那第三点就这样，你不要怀疑，我一定对。如果我揉错，是他脖子长错了，那个位置长错位了，我这样一定可以做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那你们看第四点有没有又变化了？我已经缩回来，这里骨头就出去了。好，那这样我一样在筋上，所以我不看，但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。那我这里手肘我也很确定，就是在筋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第一遍的做法。好，那站姿这个头这个脚这样，然后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的面对着它，好，然后三七步弓箭步了，好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大小力也是靠身体带下来，手不能用力。那我做给大家看，这一手轻轻扶着，蹲下来，然后放下，放下来，你们切记啊，不要压，不要用手下去，而是怎么样，身体把它带下去。哦，这样就很柔和，这样没有压迫感。哦，很多人都是就压人家啊，所以你们大部分。反正你们被欺负惯了，你们就学会了也会欺负人了。啊，都是互相好、哦、碾压，然后让大家都感觉原始点非常痛，实际上不是这样。好，看着哦，我就从这一点好了。好，你们注意我的手有没有90度，那我的脚有没有弓箭步？好，这是如果最后一点，那我开始揉脖子了。这是脖子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这样了。好，第三点，好，第四点。好，这样我已经做完了，这一口气这样做，如果熟悉应该都还蛮好做的。好，那另外做同侧的时候，如果早期我发现有些人沿用早期都要用跪姿这样去顶人家，这个很难做，我建议不要做了。好，我们能够把不好的先省掉，这种学的顶也顶不深，一定要转头，同侧一定要转头面向你。那你面向我，那面向我，他转到放在这一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个叫做站姿。如果坐姿，他这样我怎么做？所以他就要放那里。哦，这样知道。所以他放哪一边都对。好，那你看他如果放这样，你就站着坐。哦，就这样。好，那他先这样放在这一边，我就用站姿。那他头有一点斜斜的，我面向他，他先，所以我也站得怎么样，有一点斜斜的，好，他斜我就斜，他正我就正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来做。
好，那我这一点也是脖子的第一点，那我开始要做第二点，一样的，我开始，你看我的手在转动，你们就知道我已经在做脖子了。这是第三点。好，这是第四点。记得啊，放松的做，我几乎都放开来做，那你也不要去管对不对，反正你只要这样转，转得够一定是对。就是我还没有，这里还没有做，那我再做一个，就是你头翻到面对我，对对对，那他在洞里面可不可以做？不可以，那就叫他怎么样？你过去一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坐过来，好，那坐过来一样，稍微过来。要不然你这样很难做，这样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也是细节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看得准了，我的面向他，这样很好做。好，手拿起来就开始做了。好，第二点，第三点，注意啊，到第四点你这样很难受的。第四点要怎么样？把他的头拨过来，啊，我这样就放，啊，知道吧？这个小技巧，啊，这样你也轻松，啊，这样你在揉脖子的时候也很好做，绝对不要他这样，你就真的，好，你夹死了，你连这里都难做，所以要懂得稍微拨一下，好，这样做就很简单了。好，如果这是脖子的最后一点。也是颈椎的第一点的话，那我们现在要做第二点，看我的手，我开始转了。好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你们有没有注意？我在按他的脖子，我是用哪里看？我用眼睛看吗？我是用谁？心看吗？我用手肘去感知，啊，所以你只要翻得对，一定做得出来，要不然你也看不到。说实在，你真的要看，你怎么穿透？你看到的是你的手，所以这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感知，还有你做熟悉度，啊，这样就能做出来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头部原始点跟颈椎我都已经教过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